就是讲我本身做医生，我看真济艰苦啦。伊要来病医看健保，伊若无交健保费，健保交是无可能无交，我去看。每一个人拢会交健保费，安尼才有法度人去病医看病时阵，健保又到底甲出钱。但是全台湾干那一个人，台北市政府过去的市长提出协同做马英九，向三四百人伊会当有成交。对啦，你有合理无？我合理啊！合理啊！健保交要来讨钱，伊讲伊若受伤输，伊就要来交。结果受伤输了后，健保交要来讨，伊讲大我挂该税，大我输我当交。大我挂当讲吼。一个小小浪费钱，伊都爱交健保费啊！是咱全国资源上好的十块几块，就伊脸上成交，结果又交啊，赶快补交，因为伊已经做总统了。结果伊无交健保费，嘛不是靠农民的钱全家交呢，是用咱的税款钱、咱的税金，趁伫个社会福利全内底，要甲解决伊健保这个问题。一年赚偌济呢？我花面安怎看？甲吹出来105亿，105亿，更伫个社会福利上呢？你看他报这牌啊，咱这种社会团体吼，社会团体团体，这款不公不义的代志，咱会当接受未？咱会当接受未？那未当接受？12月7日，咱一张新型的选票。除了会当选出一个优秀、有责任的苏克宏，一个水当当，配合咱屏东市水当当的施锦芳市长以外，这条选票，我们会当向马英九做为公布公正，对吧？我苏克宏算不算？我施锦芳算不算？我屏东的议员算不算？来来来，双手给他交上来，你看。